好，我们看下一题。下一题就是画图形，请你根据我们学过的什么周期啊、频率啊、振幅啊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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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答一些有的没的问题。好，每一个小格的边长都是一公尺，画了四个坡形，还告诉你这段的时间叫做200分之1秒。于是乎，停车站借问，看图就知道谁的频率最高。谁的频率最高？看图就知道啦。26号不在，正好就不在。班上没有40号，班上应该也没有18号。30号，好，帅哥，30号，谁的频率最高？你选 A、B 的 B， 请坐下。答案是 B。啊，一秒钟频率是一秒钟所产生的波数，你就去数一数，200分之1秒，他给我200分之1秒，有没有 ？B 的波数最多，所以 B 的频率就最高。OK， 好简单。请问你谁的振幅最大？谁的振幅最大？看图就知道了，谁的振幅最大？可爱小女生9号。9号，你选的答案叫做 A， 请坐下。答案叫做 A。振幅就是平衡点到最高或最低的位置。A 的振幅2公尺 ，B 的振幅1公尺 ，C 的振幅也是1公尺 ，D 的振幅大概1.5吧。所以 A 的振幅最大，所以我们答案选的叫做 A。好，那谁的坡长最长？也是看看图就晓得啦。谁的坡长最长呢？我们找一位大帅哥，大帅哥叫做22号，22号不在，自由生不在，你们班24号也不在，真是的，找不到大帅哥。31号有没有？31号。谁的坡长最长 ？C 吗？你选的是 C， 请坐下。坡长就是那个一个坡的长度，我上面画的绿线就是一个坡的长度。A 柱是4公尺 ，B 是2公尺 ，C 是6公尺，所以谁最长 ？C 最长，所以我们答案选 C 儿，答案选 C 儿 ，OK。好，请问你坡速谁最快？这个用我们教过的坡速的观念就会了。我们教过一件有关于坡速的观念，请问你坡速谁最快？停车站借问，应该找个可爱小女生。8号啊，小老师大人，谁最快 ？A、B、C 出谁最快？B 最快，很好，请坐下。恭喜你答错了，一样快。啊，为什么一样快？老师教过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叫做坡速值跟介质的种类及状态有关，跟坡源的频率及振幅无关。啊，他们的介质怎样？一样啊。啊，所以坡速怎样？一样啊。介质一样，啊，坡速就一样啊。所以大家波数一样，小小的受骗了一下是吗？啊，好，请问你谁是频率相同，振幅不同？谁是频率相同，振幅不同？帅哥男，没有帅哥男。帅哥男，你们班有35号吗？你们班应该没有38嘛？35，35号谁？帅哥来，哪两个叫做频率相同？这也是看图就晓得了。A 跟谁 ？A 跟猪啊！帅哥请坐下。A 跟猪 ，A 跟猪 ，OK， 来。
我们频率相同，表示在相同的时间有相同的波数。那么 A 跟 猪 呢的波，在同样时间那个两百分之一秒都是两个波，所以频率是一样的，但是它的高低不一样，振幅不一样，所以呢，答案选 A 跟 猪。停车站接问，谁是振幅相同，频率不同？谁是振幅相同，频率不同？可爱小女生十五号，没有十五号，十一号。B 跟 C， 请坐下。答案 B 跟 C。B 跟 C 的振幅都是一公尺，所以振幅相同。但是呢，同样的两百分之一秒 ，B 的波比较多 ，C 的波比较少，波数多的频率高，所以频率不同。所以答案是 B 跟 C。好。接下来就要看看，要稍微所谓的算一算或看一看，要那个 A 的振幅有几公尺。其实我刚才的讲解过程中已经讲过了，啊，讲解过程中我已经讲过了。来，我们可爱的 A 振幅有多少公尺？看图就知道了。Number 27，二七，多少？两公尺，二公尺，这个平振幅就是从平衡点到坡峰或到坡谷，你就看那个绿色的线就知道它有几格，两格，一格叫做一公尺，所以两格叫做两公尺。请问你 B 的坡长有多长 ？B 的坡长也是看图就晓得了。帅哥美女，他无法追嘞。我们请个 77， 多少 ？Louder， 两公尺，又是两公尺，大家都喜欢两公尺。坡长就是一个全坡的长度，坡峰到坡峰，坡谷到坡谷，就是我上面的绿色线所画的。发现要几格？两格，每一格叫一公尺，两格叫做两公尺。C 的坡数有多长？哇嘞，怎么办呢？第一个要从它有几格来看出来它的坡长有多长，一个坡有几格，然后根据那个两百分之一秒有几个坡，可是它没有整数格，所以你不要用那个，你要用那个完整的来算呢，啊，它那个半格的一半那个搞不清楚，所以你要完整来算啊。比如说全部有六格，我在四格，那就是六分之四，对不对？然后去看看它，知道它一个坡有多少秒，就知道周期或者频率，然后巴拉巴拉巴拉，答案就算出来了。公式是你要背的，坡数是坡长除以周期，或者是频率乘以坡长。这个题要算一下，请问你 C 的坡数有瓦锥嘞？停车站借问，我们的坡数有多少了？现在换帅哥男，对不对？啊，现在换一个帅哥男，有五帅哥男吗？你们班应该没有三十七啊。我找不到帅哥男。哎呦，这个人在二十五。你答案多少？八，好不好？一三六八，好不好？一千六百。你说一千六 ，OK， 帅哥，你说一千六，答案就是一千六。坡长是六公尺，这个看图就知道了，没有问题。有问题的是那个，有问题的是那个频率周期，它那个整个两百分之一秒，那个没有到整数个，没有看不出来到底多少个坡，不要用，用前面一个，前面一个呢，一完整坡有六格。那我两百分之有八格，虽然是八分之六，八分之有六分之八个坡，六分之八个坡。然后呢，历时两百分之一秒，就算一算呢，频率就这么多赫，没有不整除没关系。然后呢，就往里面带公式，
代公式，我喜欢的是乘法，频率乘以波长，然后乘一乘，答案就叫做1600。OK， 简单小问题。最后一题，猪的频率是多少？猪的频率无法追嘞。停车站借问，猪的频率有多少？好，可爱小女生，你们班没有39号，为什么我要抽门都抽不到？哎，这个不在，6号不在。Number two， 2号，频率多少？4号，你说，你答案叫做四。你知道为什么错吗？1/200秒两个波，一秒有400个波，一秒400波表示什么意思？频率就是400。你的哪一个单位弄错了？你把那个公尺当作多少了？那变成100公分吗？啊？所以答案就400赫。这就是一个练习领悟。这种题目也有人常常会考，画一个图，上面有 A、B、C 猪，然后问你谁频率同，谁波长同，谁振幅同，巴拉巴拉巴拉诸如此类的问题，希望你能够基本上就了解我们什么叫周期，什么叫频率，什么叫波长，怎么算波数，这样子就 OK 了，就没什么问题。OK。